那看这个字是什么？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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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有的人很快的说出来了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笔下面的这个，你们知不知道呀？笔套笔。哦哦，这个像笔套，像笔尖。那你们认识这个字吗？毛，毛，毛，这个字是毛。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毛啊，我身上的汗毛。啊，是不是我们的眼睫毛？这个是毛啊，哦，这个是毛啊，啊，那上面的这个有人知道吗？上面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哦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老师告诉你们啊，上胡面这子个头。东西叫……对了，非常好，这个是竹字头，跟竹子有关系。那你们现在发挥想象了啊？那为什么这个笔跟竹子有关系，还有一个毛呢？是什么？墨尘？他以前用毛写字，哦，以前用毛写字。那你们知道用毛的那个笔叫什么吗？毛笔。毛笔。哎，很好，叫毛笔。然后毛笔下面的，有个我竹还字是简头，单的画一下啊。有个。下面的这个就是毛做的啊，有兔毛，还有牛身上牛尾巴那个毛，还有马尾巴的毛，都有啊。好，那上面的这个呢？我们手拿的这个呢，就是用竹子做的啊，所以我们的笔跟竹子有关系，还跟我们的毛也有关系啊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十，嗯，很好，蓝队加一分。好，再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很好，红队加一分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往后啊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那十，蓝队加一分。好，再来。哎，很好，红队加一分。首先，谁想来挑战一下呀？好，哦，都举手了。好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啊。小鱼儿，你先来挑战一下啊，读一读吧。文化嗯，整嗯，不是整，再想想。正放油哦，不是油。不是勇，用哎，用有用啊，等。那总，哎，很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